王辉棉，是太钢集团技术中心的工程师。2016年9月，他和他的同事们经过无数次失败后，终于研制成功添加剂分布均匀的比肩钢。直径2.3毫米比肩钢材料的开发，结束了我们国家不能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芯的历史。在这个领域，我们填补了国内超易切削不锈钢材料的这个空白，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。太钢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不锈钢企业。2016年1月，李克强总理考察太钢时说：“好钢要千锤百炼，好产能要优胜劣汰。希望你们用不锈精神和智慧，浴火重生，重振雄风。”2014年，伴随着政治生态和经济结构问题，以及国际经济疲软，山西经济断崖式下滑。2014年到2016年，山西经济增速在全国31省份中屡次排名后三位，成为山西人抹不去的痛。面对困境，山西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，紧紧扭住转型发展不放松，推动山西经济发展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，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。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是决定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。全省国有企业全面发力，多点突破，纵深推进。2016年至2017年，全省推出煤炭产能4590万吨，淘汰炼铁产能82万吨，炼钢产能255万吨。2017年底，省属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全部完成，扩充壮大新兴产业市场主体，搭建培育新兴产业战略平台，一批改革后的国企进入全国前列，初步扭转了滞后的局面。今年上半年，我们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2.79万亿，同比增长了6%，累计实现利润呢达到了123.3亿元。同比增长了269%。改革增活力，改革促成效。从比肩钢到碳纤维，从定海神针到华龙一号关键材料，从卫星发射塔架到巨无霸起重机等大国重器，充分彰显了山西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实力。2015年，全国重卡产销量持续下滑，在2014年已经回落4个百分点的基础上，又下降了1/4。山西民营企业重镇大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，面对低迷的市场需求，加大产业升级，拓宽营销路径，走出一条创新开放的发展大道。我们大运汽车充分地借助数字化、信息化和智能制造技术，在重卡行业创造了多个第一。那在过去的2017年，我们实现了销售收入123亿元，同比2016年增长高达120%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竞相发力，用科技创新的思维扭转经济低迷的状态。山西开始打破资源诅咒，信息技术、轨道交通、新能源汽车、新材料、航空航天、生物医药、文化旅游等山西新兴非煤产业，成为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。从2016年下半年起，持续低迷多年的山西经济开始逐步回升。2017年6月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肯定，山西政治生态已经由乱转治，山西发展由疲转兴。2018年前3季度，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2017年同期增长6.1%，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3.9%，其中非煤工业增加值增长8.9%，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、好中提质的发展态势。山西人民
正在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，齐心协力，攻坚克难，创造着无愧于新时代的转型发展新业绩。